现在我已经在日本的仙台东北高校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高中生的交流赛。有日本啦啦队在彩排，好青春哦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很像他们那一群的、啊？我是吗？你很适合、欸。我小10岁才可以加入。没有，你现在看起来就是18岁而已。好，今天呢是我跟石原，怎么样？没有，我跟石原先到那个仙台，然后一瑞明天才会跟我们会合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来观摩一下那个现在的青春少女少男的肉体。看看有没有小鲜肉？哎、欸，他们真的就是未成年哎，才高中生而已哦。这是我们彰化艺术高中的对未来的台湾之光们。再来，我要先谢谢石原，就是这一趟来日本都是石原在翻译。没事的，你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交给我就好。而且他是连什么新干线啊，然后坐什么 JR 线，然后坐电车，坐什么了一堆有日本通。对啊，你负责付钱就好。我负责掏钱出来。掏钱出来。铁达尼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是到日本东北要去应援。对，我们在仙台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就是先放松一下，然后练习，对，练习一下他们的应援舞蹈。对，跟我们风格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我自己觉得我比较适合他们。但他们你就是日本咖，对啊，日本咖，我就不会那个蹦蹦蹦，我不会。石原，你说你小时候就看过棒球了。就国小的时候、啊，哎、啊，以前不是就动漫跟那个漫画都会有女学生，然后在这边帮她心爱的人加油吗？这也没有我心爱的人、啊，我们要帮我们未来台湾之光加油，快演练下来。不要，你要这样干吗？干！我不要，你来了，你比较适合干吗？不是，我知道这时候不是喊李国毅，我姐姐喜欢你，我姐姐喜欢你。石原的风格就是小男孩风格，我喜欢这个。对啊，这里全部都是写上石原的名字哎。其实我很爱穿男装，我觉得男装现在日变，哪一种买？不要啰嗦好不好？不买你什么都买。第一天就把钱花掉。没有，我带很多钱。耶、yeah, ，晚上了，我们镜头可以擦一下吗？好。我们现在在仙台的车站旁边，对，我们先看到那个拉古店的小周边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去逛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。这是谁的签名球？哦，哎、欸，好多人的签名球哦！哎、欸，他们都有直接卖签名球哎、欸。没有，你看，真的的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是硬的吧？哦，这是假的。印上去的，难怪那么便宜。仙台牛加是这样吃吗？对，对，现在上对。会不会太多？不会，我觉得油脂够多可以啦。据说很多球员都来这里吃，来吃吃看。很嫩哎，好好吃的。十元自己喝了。你要喝吗？我干杯啊！好啊，喝水。有种你就喝高粱啊！欸，我吓到石原会自己点酒喝欸。这个我是加汽水，就是汽水的感觉。那你平常在台湾会自己喝吗？就是张雅涵会找我喝。原来张雅涵爱喝酒。嗯，宋晚会啊，就他们三小不都爱喝酒？三小他们整天在训练我的酒量。现在哪一趴？现在就是我们在挑那个云溪的生日礼物。那、欸啊、请问云溪几月？9月。不会太早。才6月。好了。先买啊，先买啦。上面就写他的名字、啊。对，因为他超爱角落生物的。对啊，然后又在那边吵。对啊，他会生气。我们都还没买到自己的东西，就一直狂。对，第一个先买你的东西。好了，送他，送他。好了，送你，送。回家喽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送？你不要怕我很丑，你不要怕我很丑，然后剪不到。来，那你们要怎么住？我都可以啊，我也都可以啊。住一间，四个住一间，谁要跟你住啊？不要跟我说算。那我还没打开啊。我跟他可以过去啊。好，我看。不要跟我说算啊，你能唾弃我？唾弃你啊？是谁的？我还直接借充了。你好意思哦？潇洒不嘞？我刚刚上来。然后就是大关小关，然后很累。我们终于 check in 好了，然后我就按电梯，然后要 B 卡。我一开始按，哎、欸，
然后过来按了，啊，哎，可以可以，七楼，哎，怎么那个电梯都不会关？我就按关，哎，没有反应，就一直按得开。我这样子，他一直讲，我这样按着发呆。我按，他就说，哎，可以关门喽。好啊，然后还手还不放开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一直讲说，哎 ，cookie cookie， 然后我以为 cookie 是饼干，然后他们就说是 cookie。这个团太危险，这团太太危险。cookie 上觉得他后悔，太后悔跟你一起来了。他不想要参与这一切，他想赶快上车。哎，我们上次五六年前，对，北海道了。哎，我跟他上次五六年前，那你怎么还没有记得人家的名字啊？然后转男女，我到现在一直误会了，先太伤心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先道歉，你先道歉。我晚上来看他喝酒。你先道歉 ，sorry 咯。好，我以后会记得你是 cookie 啊，饼干怎么拼 ？C， 然后嘞，然后嘞 ，K， 错 ，B O O K I。耶，我们的休息室。我们体验到那个还没开的球场的秘境。哦，他们的摩天轮跟旋转木马，等一下来坐一下。然后外野区，好大哦。你们跟塔纳卡合照了，欸，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塔纳卡，等一下做一个这个，对，然后石原你要出来，我们现在来到乐天乐天工程球场的门口。是在下雨吗？有点微雨，微雨哦。哎，雨神。雨神，雨神。有冷的感觉哦，好多小朋友，好可爱哦！超级垃圾哦！你等下跳舞要吐了，不行。扇子吗？好可爱哦！啊，是
来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光着脚丫，不是郭靖哦。阳光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。啊，你来了！他怎么刘海跟上面不一样？毁灭，真毁灭！我购买了，自己要送给。你要说对，你要说对。Yes。哎，买自己的毛巾，然后送给你。你卡我的手，在我手上。我要刷孟青的卡，谢谢孟青。还要怎么抽奖？在底下留言，希望乐天女孩可以常常来日本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一元毛巾哦。Okay. 大家记得要留言哦，好，赶紧分享，每个人 IG 都追踪起来。要体验东北乐天的摩天轮，开心！哦，进来了！呜呼！耶！呜呼！哇，好可爱！上面有女孩的签名啊！啊，真的，好可爱哦！对，每个女孩都有，好棒哦！哦，这个视角可以看得到什么吗？哇，好高哦！哎呦我的妈！他一走出来之后，那个 Angel 我说太久，他们都其实很想笑，但我们两个会去救你，就他只是蹲下来做他的动作。因为我觉得我笑的点跟大家不一样，因为我笑的点是因为我他大叫，然后他大叫。